们像身后的这个看起来很凉的东西吗？雪人吗？很可爱，雪屋小镇。而且我们今天要来滑雪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是，它在球场对面，而且听说它里面有两座滑雪模拟机耶。但我因为我们两个都还没去过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兴奋，超开心的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在那边打卡，我们现在来拍照打卡，现在拍照打卡，没错。等一下直接上五楼，非常方便，五楼哦，吹冷气啦。对，学拍照。那今天我们要准备上的是双板的课程，两位可以稍微拿看看，一支啊大概都会有大概两三公斤左右，所以其实还算可以接受。教练，那这个跟那个 snowboard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？简单来说，它其实就是把两张板子啊分开来的。那在上面滑行的时候呢，我们在两只脚张开的话，会是站得一个比较稳，不太需要一开始要很多平衡的练习。然后这是三板，单板简单。对，他一开始上手会比较快一点，因为我之前有学过一次单板，是挫折到爆。那今天这个双板的部分其实也蛮多适合小朋友啊、女生啊，因为它滑起来会比较偏优雅一点点。对，难怪我们今天PP就不用带那个。我上一次玩的时候啊，就是教练还说屁股穿上去，然后我还说你们要穿这个，就还好有穿，因为从头摔到尾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就稍微开始介绍，这边都会有护膝、护肘、护肘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护腕的部分，护腕，然后还有当然还有等等会戴上的安全帽。那以上是我们这边在上课的时候都会有的护具跟鞋子，都会免费提供。那你会发现这张长长的板子，它有一边比较长，有一边比较短，可以看一下，从这个固定器以下这边跟它这边好像是比较长的部分。对，那哪边在前啊？很好问题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分辨它哪边在前。那像正常的板子来说的话，你拿到多数板子是前方比较长的，或者是板头。那我们可以再用另外一个辨别方式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固定器上方前面啊，这边是比较宽的，它前面是不是有一个扁扁的，对，方方的，哦，卡住，那就是要把它放到里面卡住，后面啊会设计有点像尾巴的造型的样子，把脚放进去的时候等等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尾巴会产生一个咔啦翘起来的状况。这边呢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啊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站在上面啊，我们会踩一个平板去做一个平衡的动作，那就会用到的是我们的板底，你们可以摸摸看这个黑色的部分，板底的部分啊，它都会是很光滑的。这边啊，板底用完以后，我们都是在加速，但是我们要减速的部分呢，我们来考考你轩，你还记得当初滑单板减速的时候会用到什么部分吗？那个大脚往前，对不对？好像会压到其中一边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那那个板子其实设计来边边的部分都会有一个银色的金属边，钢边的边条，它其实就是比较锐利一点。今天我们滑行的时候呢，在刹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用到这个钢边去做到一个刹车减速的效果。那以上介绍我们就先简单介绍到这边。好呀，准备开始喽。大家的脚现在都还灵活吗？可以原地小小踏步一下。那先来试看看，就是我们的左脚靠到你的左边的板子上，左脚的脚尖的部分，扁的地方呢，把它放到那个板头的中间。对，然后现在后脚跟确认一下它有没有对准那个尾巴的部分。有。好，有的时候你们先看我做，三二一，我的后脚跟用力的踩下去，我的尾巴就翘起来了。直接扣起来。对，那你们确定对准的人就可以试看看，后脚跟用力的踩下去。OK， 子婷做到了。哦，宜萱，稍微。宜萱
酒店，来帮你移架一下。我就当它是放在。哦，穿进去了。耶、yeah! ！好，那你现在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重量，所以左脚我们举起来。哦，有人要滑走了。已经要滑走了。对。那现在如果左脚穿好的人，帮我右脚也慢慢的举起来，把它穿进去，用力。OK， 直挺完成了。稍微的帮你出一点力，那这边呢、啊、我们就完成了。好，但是有人要滑走了。为什么你不会动啊？对。那我们试试看，刚刚有人一直滑下去嘛，所以我们现在原地可以把我们板子往上推一点点。推推推，这样一步一步。对对对。我发现我滑不动哎。是。好，那我们试试看，手放开一下下，然后再去扶栏杆。我也害怕。他会往下滑一点。可怕，可怕，不敢，不敢放手。对，三二一，放手一下。哦，真的一下下而已。我们让它慢慢往下掉，再扶。哎，离心游比较近的，可以啦，我可以啦。好，我们刚刚是做一个直滑的体验，对，那都还没有开机器，对不对？嗯，没错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来，都不要开了，哎，都不要开了，哎，我就怕。这边的机器最特别就是它开起来以后，我们有很好的训练效果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准备要倒数喽。好，三，二，一，轻轻的扶着栏杆。等一下，有人被吸走，对不对？那再来一次喽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好，等他一下，哦，大家回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没事没事，很好啊，大家已经玩得不亦乐乎，可以推上去又下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回头看看，现在这个机器，哎，它可以调整坡度变往高一点，对对对，对，那你可以发现，如果我们现在调比较高的状况。推高一点点，哇，它下来速度就超级快。哦，有哎。对，那我现在再把回头看看我们的机器，它又开始变低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回到一个我们轻轻推，哦，它掉下来速度就比较舒服。然后小踏步的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嘛。好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刹车呢，它会是有点点像一个三角形或是披萨的形状。首先呢，我会站一个与肩同宽的距离。我让我的大腿呢出力，让以反头为轴心去做一个转向的动作。哦，这个边边它会稍微有点微微的翘起来。那这是我们称它为外侧的钢边。那当我大拇指踩在地上以后，我以刚刚的方式去做一个抓这个雪毯的感觉。哦，你会发现有一点点的声音。好，那左脚试完以后，帮我试看看右脚好不好？哦，倪轩这个做得不错。好，你呢？哦，也不错。我们啊，刹车啊，不会只做一只脚，所以我们要两只脚一起做。两只脚，大拇指微微踩在地上，后脚跟一起慢慢的转开。尿急的感觉。哎，是啊，这是尿急的感觉。尿急的感觉。这样。哎，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试试看，当你做一个三角形以后，帮我试试看手放开，它会不会往下掉呢？真的耶，还是会啊。还是会吗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没有说一定不会往下掉，所以还不算骗你们呢。试试看哦。是。哦。好 ，OK， 啊，手放开哦。所以可以了。代表着呢，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三角形披萨呢，它是够炸、够支撑你们的身高体重。嗯。比较刺激的环节要来喽。好。好啊，大家不要紧张哦，我们要倒数，我们就要上去喽。我们要动了。对，我们要动了。我数到一，不要抓栏杆。二，一，零，开机喽。OK， 好，没事的，子婷，你可以慢慢放手，相信你自己。盯住，好，来前面一点点。为什么你先那么轻松？我觉得我觉得很好玩哎。怎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比较不害怕？摔就对了。摔就对了，这是过来人的经验。血流成河。好，慢慢的，我们再把它变大一点，变三角形。不要紧张哦。那我们开始可以做到上下以后，开始我们目标是定在原地的位置。我想到笑话了。哎，想到笑话，你觉得什么笑话？对，为什么暖暖包那么受欢迎？暖暖包超受欢迎。因为它可以再给大家温暖。错，那是什么？因为它有很多铁粉。啊，那里面有很多铁粉。
那我们最后啊，我们做一个挑战就好，我们大家下来的时候是不能碰杆子的，所以我们一起上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开始慢慢的多角三角形，但是不要太小哦，因为我们不能撞到栏杆。好，可以给对方一个友爱眼神，告诉他我没有碰到栏杆吗？哎，大家看一下对方。好，那以上我们刚刚都完成了我们各自的任务。OK， 大家都很安全的抵达到我们的终点。这里跟旁边长不一样。是，刚刚那边是我们的滑雪训练机台，那在这边呢，我们是模拟。我们真的到一个雪场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坐缆车的部分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坐的这个椅子。那这边就是要来练习一下怎么安全的可以下缆车。到斜坡的下去的地方呢，我们就开始慢慢的三角形小小的打开来。那等等我会先稍微做一个示范。我现在站起来，稍微的往前走。好，直板下去以后，这样快。对，那这样我就完成一个安全的下缆车了。紧张，因为听到我一直尖叫。然后第一次总是比较，然后我今天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那么厉害，因为还有很多铁粉啊，那里面很多铁粉。单板真的很难，它至少是你两只脚可以随心所欲控制，但是单板是，单板是你要两只脚插在同一个板子上，对，所以你没办法，就是你吐不能离开，你不能离，你一离开你就是摔了。教练很专业哦，超专业的，真的哦。他还说，有他的话就牵住我。原来跟他们两个，他可以牵两个。没有，他是要注意我们的安全的啦。都请教练，都请。教练很专业，是真的。真的，因为他的口罩戴上，颜值也蛮高的，眼睛大大的。对啊，哎，我们好像看错重点了。啊，教练来，还是那个赖留一下。不是啊，先把心声说出来。偷偷跟大家说一个好康优惠，庆祝，听好哦，庆祝 Ice Ski 跟雪屋严选在 S9 的五楼盛大开幕，即日起到8月17号，有三大优惠哦。第一，早鸟体验63折，然后现省750元哦。第二，会员课程62折，最高省38000元哟。哇塞，好便宜哦。对，还有第三，然后旁边的雪雾严选的里面雪具全面75折起，而且会员再享90折哦。哇，喜欢的朋友记得把握时间，这里真的很适合老人小孩、新手老手都来这里玩。对对对，然后而且它在球场对面，所以有冷气，非常非常的方便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小铃铛开起来哦，叮叮叮叮叮，我们下。